我没赢啊！
没有赢过他们。而且陈金锁已经打五关，可以去看了。有。啊，对啊，陈金锁看了，看。那个女生很浪费体力，要走会走。现在都一直杀，一直杀，现在都一直杀。就是大家技术差不多就好了，来毕业是配手机的。不能，因为修来搞快修，而且你还体力一下降低了，对了。对了，他了，日本人真好。对啊。而且我觉得这个，陈金锁对自己信心不够。但是你怎么有这种战术呢？我们叫陈金锁去打王者吗？陈金锁，我就想看，咱们下一局，我第一关玩，第二关开场怎么办？我才差两个小时而已。都是男生的，汤姆斯杯，大力士过去，还输韩国了。对，那就是陈董黄大水是打输韩国的。然后他们什么男生的都不一定会赢，大力士都变成输韩国。他大陆就是要出单打，要不如韩国输了。然后大陆实力最齐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斯迪曼杯啊。最后是接龙输入嘛，他们要争到袋子里面的鱼。擦鞋袋子里面。莫林今天在五年前那个北京奥运还是什么时候，练习打的都差不多。那个大陆女生站出来是女双很好，女单跟女双都是铁点，而且都是金包银。有啊。没有。不，你看你。